你在叫我吗，宝宝？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。女星赵小乔2017年与刘亮佐结婚，2022年诞下女儿点点宝宝。近日赵小乔分享女儿淘宝的影片，惹哭一票网友。赵小乔发文透露，女儿现在满八个月，已经会叫妈妈，表示她现在只在淘宝的时候才会叫妈妈。明明哭丧着脸，但我在旁边真得好开心好感动。你在叫我吗，宝宝？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，宝宝，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。不少网友看完影片后直呼，我眼眶都红了，为了这句妈妈辛苦了好久好久，感受到你的感动。哇，拍起来好好看哦。嗯，超好看的。我们给妈妈加油好不好？我们带宝宝出去像在搬家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带宝宝去露营，两台车搬家，就是我们太没经验了，所以觉得什么都需要带。明天回家你就会发现哪些东西没用到了。偷拍他，想睡觉了啊，你眯一下啦。他不要自己拿，他要你拿。你要配点水吗？各位配点内内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哇，他真的有改变。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家已经有三年的时间，在做的事情是值得被肯定。哥哥就一天到晚做这么多事情啊，是什么味道？奶，然后跟我们家专有的香味，现在越来越闻得出来它的味道，因为我们全家都变得跟它的味道一样。那你整个礼品吃完了，宝宝。他们手上好棒哦。他植入到三次才有这个点点宝宝。那其他的案例很特别，可以写教科书。但也很感谢他，很有勇气。在这条路上，所有的女生真的都非常辛苦。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们都走过来了，各位。一家人。哎呀。一家人。哎呀。哇！我们这次来新竹呢，其实没有任何什么行程。今天中午参加忘年会以后，明天去钓鱼，耶！是很无聊的行程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也没有要干嘛，就是那么 chill。等等等，小女生哦，还这样握着手手。嗯，你两个拍起来好好看哦，嗯，超好看的。他现在脚也有力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戴眼镜啊，你想要抓，想要抓，戴眼镜宝在哪里？戴眼镜宝，我也是戴眼镜宝，戴眼镜宝。太难了，请踹哥哥。哎呦。一天发现确诊之后是下午已经三四点了，他整个人就有点软软绵绵的感觉。当下我其实顾不得我确诊状况，我口罩戴着，然后就冲出来看他状况，然后马上联络卫生所，也跟那个小儿科的医师有视讯看诊。他说那必须要送去急诊，当下就送到急诊去了。是这样的，先到大医院，然后急诊送过去以后有个检伤处，然后护士呢就检伤询问什么状况，我就说我们在家快筛是阳性，然后他就叫我柜台去办手续之类的，办完手续就在急诊前面有一排长凳，他叫我在那边等，然后宝宝就被抱走了。然后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被抱到哪里。我很认真的看一下那个长廊尽头的那个地方，那个门上面写的是中重症急救室啊。对，一切就这样发生。对，然后我发生以后等了很久，就有一个医师跑出来，然后就是点点宝宝家属在吗？然后我就哎呦，是我，然后就跟我解释，然后就说他现在马上要转到加护病房去。在转到加护病房前，医师有让我进去陪宝宝一下，然后我看到宝宝。
真的就是他已经用点滴了，那医生也讲说他们也已经上抗生素了，然后接下来就四天的时间他都在加护病房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也都确诊，我们也都在家里，所以四天我们完全都没有看到他。讲到这里又要哭了，没办法，那个太难过。你知道我们他送家病房四天，我们在家哭三天。我记得第一天他们 PCR 出来 CT 值只有 16.8， 是刚感染了。对，然后病毒量非常的大，所以也给他除了我讲的点滴，应该是像营养针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抗生素以外，就他已经用到了抗病毒药物了。后来就是有跟我们讲保险起见要做脊髓液的抽取，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这是得做，因为他能最快掌握到细菌到底有没有跑到脑里面。对，那时候我们一听到其实也是很崩溃，但是我们马上同意书还是签。我们确诊顺序是斗哥先确诊，然后再来是宝宝，然后再来是我，然后我的隔天是我婆婆。那我婆婆最厉害啦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婆婆是我们全家无症状，超厉害。然后后来我就东西整理整理，我就去陪她了，一直到那个专责病房里面那三天两夜，好可怕，宝宝真的瘦了一大圈。后来我们回来量，大概至少掉了200公克，然后整个肉摸起来已经松了。我不会怕累，只是很心疼宝宝，然后慢慢在一般的专责病房就越来越好。然后你知道，像我觉得最难过的是病房里面有视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自己见到宝宝以后，我真的，你知道他一哭，我马上就哭出来。来找阿妈，自己看看，很疯狂。嗨，聪明伶俐。马上有红包哦，好大包哦，好多水不？哎呦，那叫高水啦！你爱抱不？当然我要抱哦。他就在等这一刻，他等了30几天啊，你爱抱未？哦，你在讲是对的。妈妈先收下。好大包啊！从后大吉大利。你哭成这样，奶奶也说你好看吗？怎么样都蛮好看，超可爱的。阿嬷为了孙子，阿嬷每一天打扫，宠孙狂魔，还有另外一个宠妹狂魔。我跟你讲，有人要跟你抢买鞋子，就是刘子群。为什么？刘子群也超想买鞋子，他想要跟他妹穿一样的鞋子。哦，是哦。现在那种球鞋有没有都有出大人跟小孩的？然后刘子群一直说他要先买，我说你先回来看你妹妹的脚有多大再说。嗨，点点宝宝是阿嬷哦，阿嬷真的是第一次盼了30几天，终于报到了。因为医院现在就是也不能够看病，然后月子中心又只能隔着玻璃这样。哎呦，那叫高追嘞，他眼睛张开才漂亮。对，我知道，你的眼睛足灵的呢。阿嬷马上跳出来，活了，有像吗？很活啊！哎呦，那高追到这个样啦，都挺好。六群来了，六群他是变大只了。你上次隔着玻璃看他的时候，他比较小吧？对啊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今天就在兄妹装哎。对，绿绿，好绿哦，好可爱哦。今天这个色系也太有趣了吧。哦，嗯，我都恭喜你了，妈妈起来了。耶耶！他醒来就会先哭到一阵，要先等我喂完他。你在给我哭啊你！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很有趣一点是，我发现阿夏脚好摸到不得了，就是这还没有走过地板的脚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很嫩。Oh my god！ 想要他踹你是不是？哈喽。彪啊！哦，彪！他女人身上任何皮肤都好嫩，很有趣。你妹妹大便嘛是黄金。你不要学你爸的坏习惯，因为呢，斗哥一直说婴儿真的很香，连嘴里都很香。哎、欸，这有限定期限，好不好？要狗闻赶快闻哦。哇、哦，变好胖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他变超胖嘞、啊！他那个时候很瘦。哦，前面出来好可爱哦，小小米其林一下。他会痒，他会痒，会痒，会痒。哦，你好胖哎！